给大家介绍一款箱底书包，这款书包使用是皮用料，防滑又防水，前面、侧面、后面都有反光条，晚上背的时候非常安全。包包的后面有海绵填充，背起来非常舒适。包包侧面可以放水杯，现在给大家试一下防水效果。这款包包可以套在拉杆上使用。我身高是1米25，现在给大家背起来看看效果。书包有大号和小号，我今年9岁，上3年级，背小号更合适。